好，我们的 Let's War 要继续抽了哦。哇，这个现在是被打的状态吗？哎，真的，他被打哎，让他慢慢的扣血。哎，离我们蛮近的哎。然后贵管就我们继续靠啊哦。哦，这区在台湾真的是。是大成功哎！那台湾的玩家也是对这种类型的游戏，这两个都更不死啊！我的血在丢毒，他们是怎样？我打他们，他们有上限吗？还是怎样？打不下来，但我也不把他击飞啊，就当做我的那个五级要不要供？当做我们的那个小兵啊，当做我们的佣兵这样，是这样讲吗？当做我们的那个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可以掠夺他的资源啊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当佣兵也是，应该要讲当小兵啊，变成我们的小兵哦，唉。还是深入点。刚才那个礼包应该没问题，那应该可以结束了。购买了之后再回去收金币矿。我在哪里啊？欸，你看我们旁边都住着很强的啊。那我现在祈祷我们越来越强。那一次要掉更多血，就是你要变得更强。真正强的，它可以一次击飞啊，一次击飞，一次击飞，这样就可以上榜了，上广。